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化大百科》，我是主持人王玲玲。经过康熙、雍正两位皇帝的励精图治，到了乾隆时期，正是史称康乾盛世的顶峰。晚年的乾隆皇帝可谓是风光无限，号称古稀天子、十全老人。公元1790年，乾隆55年，乾隆迎来了80大寿，即将举办隆重的万寿庆典。世界各国的使节纷纷来到京城纳礼朝贺，为了显示皇家的尊贵与富足，为了表示他对爷爷康熙的尊重，乾隆下令打造一套金编钟，摆放在太和殿上。这套编钟比他的爷爷康熙帝在60岁生日的时候铸造的还要大，于是一座由10000多两黄金铸造的编钟就此而诞生了。那么编钟究竟为何物？为什么清朝两位皇帝都会相继选择用它来折射康乾盛世的繁荣呢？编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，音色优美，音质纯正。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500年前的商朝，在当时，编钟是上等社会的专用乐器，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。周灭商后，西周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，建立了稳定的政治制度，其中包括用来维护统治的文化制度——礼乐制。周朝通过礼乐制规范贵族的名位等级，要求贵族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要符合自己的身份，贵贱长幼之间要有明显的差别。而在当时所有乐器当中，钟由于是用青铜冶炼而成的，铸造技艺复杂，价值不菲，因此编钟地位高贵，逐渐成为统治阶层所独享的乐器，成为古代等级权力的象征。以编钟为核心的乐弦制度是当时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每逢祭祀、宴会等重大庆典时，都会用编钟配合边磬、笙、瑟等乐器演奏出完整的乐章，庄严神圣，气势恢宏。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来看，西周时期的一套编钟一般是由大小3枚组合起来的。到了战国时期，编钟数目开始逐渐的增多，出现了9枚一组和13枚一组的编钟。1957年，在我国河南省信阳城的阳城遗址战国楚墓之中，出土了一套13枚的编钟。音乐家随即用这套编钟演奏了歌曲《东方红》，随后以编钟演奏的《东方红》深入人心。1970年，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“东方红号”发射成功，那首从太空传来的脍炙人口、振奋民族精神的《东方红》，就是由编钟演奏的。编钟用青铜铸成，有大小不同的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，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。编钟的钟体小，音调就高，音量也小；钟体大，音调就低，音量也大。编钟呈合瓦形，敲击同一块编钟的正面和侧面能发出2个不同的音调，这使得编钟的发音十分全面，几乎能发出钢琴上所有的乐音。这是由边磬演奏的《东方红》乐曲，它的音质可以与编钟相媲美。边磬历史悠久，在我国古代每逢祭祀、宴会等重大庆典时，经常会将编钟和边磬一起使用。和编钟不同的是，用以制作边磬的材料种类比较多，常见的有石制、玉制和青铜制3种，一般由1枚到16枚组合而成。它是利用材料的长短、厚薄差异，从而发出不同的音律。1978年，在湖北随州南郊的擂鼓墩，随着一座战国时期的大型古墓被发现，沉睡在地下2000多年的曾侯乙编钟重见天日。它是迄今为止人们所发现的成套编钟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套。这套编钟之大，足以占满整个现代音乐厅的整个舞台。
它由19个钮钟、45个甬钟，外加楚惠王送的一件大腹钟，共65件组成。这些钟分为3层8组，挂在钟架上，重达2567公斤。如此恢宏的乐器，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极为罕见的。曾侯乙编钟的钟架是桐木结构，它的外形呈直角曲尺形，全长超过10米，上下3层，高2.73米，有6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。编钟的装配布局，从力学、美学、实际操作上都显得十分合理。圈套中的装饰有人、兽、龙、花和几何形纹，采用了圆雕、浮雕、阴刻、彩绘等多种技法。每个钟上刻有错金铭文，用以标明各种的律铭、机铭和变化音铭等。与曾侯乙编钟一起出土的还有6个丁字形木棒和2根撞钟木棒。由此可以判断，这套钟演奏时共需5人，3人双手拿丁字形木棒击打中层和上层的钟，发出中音和高音，2人各持撞钟木棒撞击下层的钟，发出低音。曾侯乙编钟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成套编钟中数量最多、保存最好、音律最全的一套。编钟出土后，文化部的音乐家对全套编钟逐个测音，结果测算出曾侯乙编钟音域跨越5个8度，中心音域的12个半音也非常齐全。可见远在2400多年以前，我国的音乐文化和铸造技术就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。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使世界为之震撼，它证明了我国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拥有了堪比现代钢琴的乐器，可见我国古代音律的发达程度。而编钟的铸成也体现出了中国青铜铸造工艺的巨大成就。编钟作为一种古老的打击乐器，体现出了古人的智慧，雄浑凝重的金石之声再现了中华民族千年文明的回音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，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，参与实时互动。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、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。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，再见。千年不息的窑火，成千上万的能工巧匠，使得中国制瓷技艺世代相传。从国内外皇宫贵族追慕的高端艺术品，再到普通家庭的日常用品，几千年间瓷器的身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。如今与瓷器有关的元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更是无处不在。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，中国瓷器。